出生了两天，来了五家亲戚，看来不是什么大家族。喝的是普通的奶粉，没有长命锁，没有金手镯，感觉家里条件一般啊。莫非我被黑白无常骗了，白花了我那么多钱？看来这辈子又是困难模式。亚历山大，我躺了30分钟没有人管，父母却在拍视频，感觉应该是比较贴近时代的逗逼父母，我应该会比较自由。他们说要把我发到网上，看来我这辈子低调不了了。好消息呢是有网，我决定从现在开始积累资金，1岁的时候买一台手机开始炒股，2岁就应该有个小目标了，3岁超过巴菲特。嗯，好，就这么办。